刚刚宣布婚讯的杨幂曝光了一组婚纱写真大片，杨幂穿白纱，妩媚典雅，美丽动人，就像一个真的新娘子一样。杨幂接受记者采访时称，刘恺威是自己的 Mr. Right， 二人的默契无法解释，遇见他可以说是一种幸运，因为我幸运的比别人先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优点，例如他很孝顺，工作也很认真等等。但我喜欢他并不单单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人，而是我们两个人很合拍。我觉得假如两个人不合拍的话，即使对方是一个很优秀的人，也不会是那个对的人。杨幂直言，他们两个人的想法和价值观都很相似，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令他们的相处变得更和谐更快乐。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，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太像，所以很少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。美美娱乐为您准备报道。